不希望你影响你拖累我女儿的人生。你要不要像上次一样开书单给我，让我自己去买就好。你最近是不是不太想看到我？没有啊，我最想看到的就是你啊。你就是这样，老是当乖宝宝，不懂得反抗。该不会九九叫你不要理郑明威，你就真的不理他了吧？我有事是离开他。天天都要看我的老师第二小贺，由升学王冠名赞助播出。